上忧伤的人，他还好吗？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？路过他的人们，也许会问候，也许会借走，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就有些朝夕有交替。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呢？如果他的朋友不必用怜悯，不必要问候，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就又是一年春天过去。风轻轻拂过半山腰，他的眼睛总有些落寞，云轻轻盖过他头部，要他的眼睛总是有泪痕。他在等什么？他在盼着什么？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呢？如果他的朋友不必用怜悯，不必要问候，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就又是一年春天过去。风轻轻拂过半山腰，轻轻带过他的模样，他的眼睛总是有泪痕。他在等什么？他在盼着什么？风轻轻拂过半山腰，他的眼睛总有些落寞。云轻轻带过他的模样，他的眼睛总是有。他笑得好看。